吴彦祖出席公开活动，谈到杨千嬅和丁子高被揭在美国赌城秘密结婚。对于过气绯闻女友已为人妻，吴彦祖表示，看报章才知千嬅结婚的事，仍未恭喜对方。如果千嬅请他饮喜酒，必定送上礼物。可以企白色，依家唔該。係，媽媽呢邊唔該。好，呢度隔離。係係，呢度呢度。我話你爹哋入邊望得啫。呢度唔該。係，望多張，望多張呢度。呢度呢度唔該，呢度。飛機咧，爹哋要得。依家唔該。爹哋望旁邊。我呢度唔該，呢度。爹哋望多張，呢度唔該。吴彦祖和女友 Lisa S 拍拖7年，问及二人何时结婚，吴彦祖直言很想做爸爸，故决定在未来2-3年内迎娶女友。见姐姐生完宝贝后一年都很辛苦，所以他打算休息一年做凑仔工。同时吴彦祖笑称，拉斯维加斯太多人结婚已无新鲜感，可能会物色一个新的地方。哇，很久很久没有走那个 catwalk， 可能是有8年9年吧。我刚来香港的时候就专门走 catwalk 的，然后后来开始拍戏之后就没有走 catwalk， 然后就跟这个牌子合作之后，就这一次就觉得很过瘾，走一次 catwalk。为什么要结婚？都是因为需要生孩子的。没有其他的原因，因为我跟女朋友已经7年吧，所以已经其实好像已经结了婚的，分别就是没有签证，没有签那个字，然后没有生孩子的，但我们有计划生孩子的话，就可能有结婚的计划。